请问一下，今天是几号？啊，对不起。啊，我知道你想问什么问题了。这个问题我没有打算。对，怎么了？我知道。说那个，我不想说这个话题，特别是在摄像机前头。我就问一下。我知道。我说你说了我都明白，但是我不想说这个问题，好吧？就这样。今天是多少号？你知道吗？今天6月4号。那个，我那边有朋友在等我，我马上过去。哦。我知道你那什么意思。那个，真的有事儿，不好意思。多的不说。16周年，我知道。这是多少号？今天是6月4。哦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，知道吗？这是64世纪。哦，你有什么感想吗？对这16年呢？我对这个世界了解的并不很多，因为这个世界一直都是处于一种很隐蔽的状态，很少进行过公开的报道。想说点什么？因为我对这个世界不是很了解，所以。行，谢谢。啊，不用谢。今天什么日子你知道吗？几号？啊，今天环境日吗？6月5号。今天是吗？是吧。再想一想，今天什么日子？我今天是几号？6月4号。对，今天什么日子？我今天是几号？啊？今天是几号？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哦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啊，没事，你问吧。哦，啊，这样吧，请问一下，就是说今天是几号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是6月4号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，你知道吗？6月4号什么日子？不是很清楚。能提示一下吗？今天是什么日子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哦。你是指特别的日子吗？还是指一般的日子？我不知道今天。好，谢谢啊。今天是几号？啊，今天是6月4号。啊，今天什么日子你知道吗？啊，这个不要说了，6/4。这个是什么单位吗？请问一下，今天是几号？啊，今天是。记不起来了，今天是父亲节吧？想想，几号？这个问题，不太清楚，我只关心礼拜几。哦，问一下，今天是几号？你知道吗？今天6月4号。哦，今天什么日子？不要，不说了。请问一下，今天是几号？什么几号？你知道？你干嘛呀？我不是问你的吗？你别拍我录像，拍我录像干嘛？你干嘛？我不是问你吗？不是你拍我录像干嘛呀？我就是问你嘛。不是你别拍我录像，我对不起啊。我问一下，今天是几号？你拍下来呢？今天是几号？啊？05年6月4号，怎么？想说点什么？问一下，今天是几号？放着别拍我。啊？别拍我。他妈，今天几号？今天星期六，应该是4号。4号。想说点什么？
hotel. Hotel. Yeah. Okay. This. 那今天是几号吗？ 6月4号。 今天是几号？4号。好像是什么日啊？是什么日啊？今天是几号？啊？今天几号？几号啊？几号？四号。哦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29吧。29日。今天是几号？4号。今天什么日子？今天是学潮日。哦。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没有没有。Thank you.
哎，今天几号？